拜拜。傅北京，小北他是无辜的。无辜？你们顾家没有一个好货色，我们家白爷年少成名，还有大好的机会可以成为大画家，是你害死了他，我要让你们顾家人给他陪葬。妈，妈，我可以给你解释的。这群血种，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我可以学着冷漠，您看看这个人，他到现在了都不知道悔改。把顾小北给我带上来。看不见东西很难受，当然是要你弟弟起命。想做什么？姐姐，大伟，快救我！大伟，姐，大伟，大伟，傅北京，傅北京，你在哪儿？别喊了。这件事儿啊，就是北京让我们做的。是吗？我会跟傅北京离婚的。妈，妈，我会跟北爷偿命的，我也会把顾家的全都给你们。我只要你们放了小北，我求求你们了，我求求你们了。我让你们顾家血债血债血债，把顾小北就近永远淹死。